5年個氣韌就真係係耐一啲嘅，咁所以今次有咁好嘅劇本，我真係要盡力啊，同埋期待。係啊。我想問下，咁之後巡拍翻 TVB 定係即係暫時就拍咗部先？我暫時係呢一部先，咁變咗要睇下先啦，因為我都希望抽多啲時間要陪媽媽嘅，因為始終媽媽年紀大，同埋啊而家咁嘅疫情咧，自己都要好小心，同埋要好睇住佢。